来，你们介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啊，开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AKB48 Team TP。阿芬玛利亚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杰明，大家好，我是品涵，大家好，我是雨晴，大家好，我是雨欣，可爱哦，可爱啊！你们这个总共有48个人是吧？目前33个，33个都是精英嘛，所以才会来到。33个，但讲真心话，这个有时候这个人多必有，对啊，哎。或者当中有一些那个害群之马，你们看不过去的，会吗？没有，没有是吧？没有这样，真的吗？没有就没有，干嘛说没有？那现在队长是诗雅是吧？对，还是我，还是我。那你有刻意在模仿萧敬腾吗？有吗？那这里有哦，这个是天生的，天生的啊。还有阿布玛利亚，玛利亚，啊你好，还在台湾还习惯吗？可以吗？习惯，喜欢台湾的男生吗？我喜欢宪哥。哦。特别喜欢你，很棒，因为他们就是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可爱的女生呢，有一点点小的差池啊，我们都也还可以接受，包容，怎么会有害群之马呢？阿布玛利亚，你说你们这一队有没有那个害群之马 ？Break ship。其实我你也不会，你长得太高太漂亮了，跟大家都不一样，白是害群之马。我的话啊，我在舞台上很常忘记舞蹈，忘记啊。对，可是我很会偷看别人，还有很会假装没事。很会装没事。对。哦，这是一个技能吗？好可爱，这个很厉害，就是跳错动作之后还很有自信，这要练过，有练过。对啊对啊，你呢？你是害群之马，平台啊？是，我是。又说自己，说别人吧。讲对啊，不要承认啊。好。那我讲一下别人。好，讲别人。我们的雨晴，雨晴来。你先从旁边的讲吗？我们的雨晴就是他有一次那个甩那个麦克风，然后整只像捧花一样飞出去，然后那个麦克风当场掉到地上，然后观众就听到嘣一声，就是往后传的。哦，那个麦克风是什么？赔惨，整个要往后传。没有，是不小心往后飞走了。哎呦，挥的时候太用力，太开心了，然后就低头。发现麦克风已经不在麦克风架上了，哦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可是换我的怕了，所以我只好跪下来。哦，队长有话要说。我捡到的，对，他帮我捡到。绝杀出局了，你开心什么？好像要嫁出去一样。我捡到了，是一种接力棒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就给他们看看他们精彩的表演，好不好？这次又新的专辑上面 ，PTP 啊 ，Festival 单曲上，谢谢，好，有恭喜。然后你们现在也在招募二军呐？没错，二期生招募。你们都33个都养不饱了，你还招募二军呐？因为人太多了。去报名吗？啊？会有人会，详情都可以上我们的 AKB48 Team TP 的官方网站查询。哇，他们这个我们名字都还没记熟。对啊，就要招募二期。那他们会不会最后发展成为等于亚洲的太阳马戏团？我的人数总共要600多个人，600多个。加油！我看他们精彩的表演，日不落。注意哦，注意哦，有在抓，我们在抓喽。在抓。祈祷你像英勇的。
看那个阿布玛利亚有没有令人感动的时候，他不是对嘴，他就是在唱，真的。而且他们每个都有 solo 的，每一个都有 solo。哎呦，厉害！来来，丁老师，丁老师，唱跳。今天他们的这个表演太完整了，完整哦。因为其实很难，因为这歌一直都在唱，对。而且他们要又跳又唱，又跳又唱。他们的跳都是那种会跳起来，对，会喘的，会喘的，一直在走位，一直在跳。其实而且他们是现场唱哦，哎呀，不容易耶。那当然，他们之前那个舞蹈是那一种，超级玛丽的，而且连续再跳15次，我们来试一次好不好 ？One two three go， 嘿，嘿，嘿，踢到屁股，厉害！好好好好好，踢到屁股，哦，太可怕！国姐，来，可以收起你的色心了。不要再洗色心了，国姐哥，好不好？他们都回头是岸，回头是岸，回头是岸。我觉得。他们刚刚一开始唱的时候，我是有吓到，我才跟丁老师讲说，哇，很厉害，而且像现场，哎，我们当年我记得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，我们是对嘴。对嘴哦，这个害群之马，这个都说出来，你都承认了，对不对？是因为又唱又跳，非常的难。因为我们最近在练，真的。对对对。那我们最近在练的时候，当中我就发现，我只要跳了舞，我就忘了唱啊。我唱了，我就忘了跳舞。对，同时太难。但是中间我看到两个人。一个是玛丽亚，阿布玛丽亚，我觉得他蛮诚实，因为他刚刚已经先讲，就是他真的是会慢，然后他偷看技巧非常好，所以我刚才在学习他偷瞄偷看队友，然后在天上他偷看队友，但你偷看他，是北北，连脑机上，连脑机上，我除了玛丽亚之外，我还观察团长 ，L.E.L.E. 团长 ，L.E.，因为团长跟我有一样的毛病，因为我也是团长。对，怎么了？你是团长，原来你是什么？我以前才知道。为什么？我们团，哦，太群之马团长。我们团是这样子，年纪最大的是团长。哦。最会唱的是主唱。哦，敬老尊贤。对对对。哦，敬老尊贤，马国贤嘛。对对对。太群之马。我觉得团长都会有一个毛病，就是要么快，要么慢。哎。那像那个刚思雅，就是突然一下慢，突然一下快。那我这边会建议你，就是因为你的个子比较不高，所以你的肢体动作你要再放大一点，人家才会做到最极限。因为你们人多，人多你就是肢体动作要大，人家才会注意到你。哎，都是一个建议哦，所以很棒的一个表演，我们也希望你们新专辑唱片赶快大卖，好，加油了，下一组。